有新的，有跟我们来开箱。今天要来开箱的是大创的包裹，想不到吧？大创也可以网购哎，韩国真的是很 crazy。我这次买了一些可以整理厨房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有厨房很危险哎，有厨房就会很想买各种漂亮的盘子啊、杯子啊、厨具，也会想要买漂亮的，然后就会越买越多，越买越多。怎么办？我还不知道我会在这里住几年哎，说不定一年就要搬走。那到时候搬家的时候，应该是很惊人。我有买了这个鸡蛋的收纳盒，韩国超喜欢买这种鸡蛋收纳盒的，因为他们超市里面卖的鸡蛋不会像台湾大概都只有6到10颗左右，他们很喜欢卖超大一盒，所以他们一定会买收纳盒来装鸡蛋。再来呢，我还买了一个冰箱的收纳盒，因为呢我上网订了这个高蛋白饮。我最近在韩国有去健身房健身，然后结束之后呢都一定要来一杯，所以呢想说可以买这个来装，这样就可以冰在冰箱里面，然后也不会东倒西歪的。这个是磁吸式的厨房纸巾架，任何只要是圆柱形的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上面。我还买了这个，这个是要拿来挂抹布的，不然每次我都把它放在桌上可能有点脏脏的。这个其实原本是拿来放盆栽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它可以拿来放调味罐，就可以增加一点收纳的空间。这个是可以拿来收纳塑胶袋的东西，之后要抽出来就会比较方便。结束，这次买的东西都很实用吧，还 OK 吧。那接下来就准备来把这些东西归位了。上次我不是在 IG 上面问大家我到底要染什么颜色才好呢，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我的布丁头了。那大家就是不约而同的几乎都选了蓝色，你们都看我的个人色彩检测对不对，很懂我。所以呢我就去买了噔噔可以在自己家里染的套组，你看它还是一个布丁。所以我是在 Olivia 上面随便看到评价最高的，结果后来一搜发现它也有代言过，所以呢就二话不说买。其实我原本也有想在美容室染啦，但是呢因为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刚搬来韩国花钱大手大脚，所以呢我就还是自己染了，因为我们价差有10倍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来染吧。那今天打开之后附的材料有这些，里面有分一剂跟二剂，那要先把一剂倒到二剂里面，然后说要稍微摇晃一下，药水的味道。然后还有附一个这样子的尖尖的盖子，把它换上去，完成。那我就马上开始来染喽。一个人染还蛮难的，因为后面看不到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越来越脏，越来越变身成阿凡达。总之我之后就是把头发全部抹上染剂，然后等大概30分钟之后就去冲水洗澡，然后隔天 Do Re Mi So。 Yobun， 我染完了，觉得如何？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自己是觉得蛮满意的啦，它染完之后呢是一个接近黑色的蓝，但是在阳光下面稍微拨开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看到
有一点点的蓝光，我觉得看本人比较明显啦。有没有觉得我的肤色亮了起来？果然蓝色是我的命定色。而且因为我是 Olive Young 的网购，所以其他送来家里，这样两盒也才20000韩币。但是如果去美容室的话呢，应该要10-20万，这个价差当然要买来自己在家里染啦。来种花，在室内种一些活的植物，对人员招财应该都会有一些帮助。然后我上网做一些功课，主要就是买了这个龟背叶，很可爱吧？然后还有两个，这个刚好在买一送一，这个是袖珍椰子，听说是会有好人缘的。然后另外这个，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了，我再把它打在旁边，它也是好像可以招财跟净化空气的。然后呢，我还要自己种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我直接买了 Cocoon 的专辑，然后它的这个专辑啊，本身里面是有复花种子的，在这里，噔噔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说，可以把它种下去，看它最后会开出什么样的花。不觉得这很浪漫吗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种花，哎，不是很擅长这类型的东西。送来的公关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。第一个，这个是叫做 Teddy Blake 的包包，超级美的。我选了一个他们经典款的这种包包，它是做有点梯形状的，我觉得这种包包很百搭哎。然后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，我是选了一个我自己没有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任何风格的穿搭都可以搭配的，比较偏向冷色调的深咖啡色。它打开方式很特别，它的前面有这个金属扣嘛，然后你把它往上拨，它就打开了。我觉得这种梯形然后比较立体感的包包真的很赞哎。有一个夹层跟一个拉链的暗袋，好 cute 哦！它有附一个小小的吊饰，哎，一边是金属的锁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皮件做的一个小小的吊牌，它可以把它挂在它的那个背带上面。那全部挂好之后就会长这样子，超可爱的。我很喜欢它的每个五金都非常的精致，然后上面都会刻他们家的品牌名称。吊饰真的是画龙点睛哎。然后它的背带啊是用扣的，总共有5个阶段可以去调整它长度，可以这样子斜背，然后侧背这样子提着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想说机会难得，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平常在韩国出门的话会带哪些东西，就是一个 What's in my bag 的概念。首先我一定会带我的身材工具，就是我的摄影机。我自从买了这个 DJI 之后，我现在每次出门只要是拍 YouTube 场面都会带着它，因为如果要带相机的话真的是太重了，就会降低我想要出门拍摄的欲望。那自从换了这个之后呢，我就很喜欢出门拍摄，就把它放到我的包包里面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一定会带卫生纸，我是出门是绝对不能没有卫生纸的。再来购物袋也是我出门一定会带的，因为韩国真的很好买，但是呢他们现在有法律规定，所以每一家店的购物袋几乎都要收钱。那为了省钱跟环保，我就会带自己的购物袋。
袋。然后除了购物袋之外呢，我也会带饮料袋。这个在韩国真的非常非常少见，但是这个我也是在韩国买的，是在那个延南洞的五月商店买的。毕竟身为手摇控，在韩国还是要喝饮料的。如果再发了我的 IG 的话，就知道我在戴牙套。目前我已经戴了一年多，然后现在是进入到精调阶段，大概今年的12月就会完全疗程结束了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戴牙套的心路历程。然后再来呢，还有钱包，钱包是一定要带的吧？我通常都只有带一颗气垫，可以一边照镜子，跟偶尔压一下粉底，跟一支口红。然后如果包包再更大、更高刚一点的话呢，我可能还再带一个护唇膏。噔噔，它现在可以全部装进去，哎，容量真的很够。然后皮质啊还蛮软的，弹性很够，忍受得住我这样子塞。如果包包再更大一点的话呢，我就会再塞更多的东西。你们是那种出门只要手机、钱包、钥匙就 OK 的人，还是要跟我一样就哆啦 A 梦型的人？然后除了包包之外呢，我有收到一些美妆保养品的公关，来一起跟大家分享。首先是 Esper 寄来的商品，它总共寄来两个套组，他们家的新包装都好漂亮哦，这个颜色调得很美。首先这个湖水绿的商品呢，是他们家的定妆商品的样子，粉盒状的应该是蜜粉。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的粉扑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绒毛，就是可以拿来扑蜜粉用的。然后它的粉呢是完全白色的那种哦，粉质很细哦。它的那个定妆效果应该是不错，因为它涂到你皮肤上面之后，就很像没涂秀秀开的磨皮一样，你的皮肤就很像罩了一层绒绒的膜，这样子带出去补妆真的很方便。然后再来另外这个呢是定妆喷雾。哦，它味道还蛮不错的哦，是一个花香味，不会说很化学，喷雾的颗粒还蛮 OK 的，蛮细致。这个我再用看它的持妆效果怎么样，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再来是一个防晒加上卸妆油的套组，哇，这好酷哦，它是 Sun Serum 哎，所以它就是有点像是精华液的质地。哇，它这样涂在身上很舒服哎，因为我们通常在擦防晒的时候不是都会油油的吗？这个擦上去完全不会油腻哎，虽然我现在用右手去涂抹啊，我的手上面残留的这个触感也完全不会黏哎，而且它还蛮好吸收的哎，这个我喜欢哎。然后它的防晒系数是 SPF50+PA+++，就是日常生活用还蛮刚好的防晒商品，而且感觉它应该是可以涂在脸上的。它这个质地，再来 Amuse 寄了一系列的化妆品来给我，我真的很喜欢 Amuse 他们家的唇釉，自己刚刚放到包包里面的也是，他们家的唇釉就是很水润，然后颜色我觉得上了色之后虽然还是会掉，因为现在就是流行那种水光感、玻璃感的唇釉嘛，那种无条件一定是会沾杯，一天就不见了，但是它留在唇上的那个颜色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他们这次寄了一系列，总共7个颜色的唇釉给我，我来挑几个我喜欢，然后符合我的个人色彩的颜色，啊，好可爱哦。他们家的唇釉都做这样胶囊状的，而且它这样子小小一个，其实很好带出门。你这个颜色很漂亮哎、欸，它这个 Baby Tint 系列啊，好像有加那种护唇的配方在里面，所以它涂到你的嘴巴上面之后呢，它表面上是有一层很像护唇膏的质地，抹开之后感觉可以更好的包覆你的颜色，这样到时候涂上去应该是会更持久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两个防晒，因为现在夏天了嘛，所以防晒很重要。这个黄色呢是主打保湿款，然后这个米色的呢就是可以提亮你的肤色。这个 Amuse 的防晒乳呢，它就真的比较有防晒乳的感觉，它涂上去之后还是会有一层薄薄的膜，擦起来的感觉我还蛮喜欢，就不会很油腻。然后另外这个提亮的，它挤出来就会是一个肤色，很像那种 BB cream 妆前乳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提亮效果不会说真的到非常的死白，它还是会透出你原本的肤色。比起来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这个保湿款的。然后再来最后呢，就是气垫粉饼。哇，它打开之后那个设计我很喜欢哎、欸，它不是那种正圆形，是有点椭圆的形状。它是做纯白色的设计，但是在外壳的地方有做一个透明的亚克力感，很低调的感觉，而且有一种通透感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宇宙感哎、欸。然后它的粉饼啊，形状是有点蛋形。上面尖尖的部分就可以拿来修正一些眼角啊、嘴角之类的。他们家这次寄来的商品啊，都是 vegan， 就那种纯素的化妆品、保养品。我没有用过 Amuse 他们家的底妆产品哎，但是这样子初印象感觉也是不错的。他们家的底妆产品很保湿哎，涂到你的皮肤上面的时候，感觉表面都会再罩上一层薄薄的光泽感。好的，那这些公关品呢，如果我之后用了有喜欢的话呢，我都会在我的 IG 上面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商品是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再去追踪我的 IG 看我后续的分享。来试试看白中原老师北大榜卖的红豆奶油面包，好甜哦！
哦，它的红豆馅好甜哦，沾奶油蛮好吃的。嗯，面包还好，还是不怕它可以放最好吃。普通啊。嗯，价钱还行，2000块，那蛮便宜的。嗯，我后来发现我的种子好像种得太表层了，所以我想说要来移株他们，把他们种得深一点。你刚刚是不是想要用力拔它？嗯，我想看那个土松不松了。你不要把他们弄死哦，他们好不容易才长出来。啊啊！让他们重新安排一下房间，因为我当初都乱撒，所以他们有点长得太奔放。有的朋友，我们又要来开箱了。这支影片就一直在开箱，会不会有一点太废？没关系，之后会有更多出外景的 vlog， 好不好？这个包裹是从哪里来的呢 ？Weaver's Shop。因为呢，再过3天就是克拉岛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快，猝不及防哎？感觉抢票还是昨天的事情。然后这次因为很幸运，有用韩网的身份抢到票，真的是还好。克拉岛在我办完登录证实名制之后才举办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在事前先卖了这次克拉岛。周边，哎，我跟你们分享，韩国的包裹很没隐私哎，他们上面都会写说里面装的内容物是什么，这样子不是就全部的人都知道我买了克拉岛的东西吗？我马上就来跟大家公开我到底买了什么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买了这次的小皮夹，这个皮夹超可爱的，我那时候看到预览图就觉得这太美了，我一定要买。很实用的周边小物，它材质是防水布的材质，我原本很担心，因为它是浅色的，感觉很容易脏，但是这个材质的话好像可以不用担心它会脏。然后它旁边有附一个小小的环，你可以把吊饰别上去。你知道这边最适合别什么吗？小手灯。但我这次没买，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代的小手灯，我都把它供起来都没有拿出来用，所以呢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小浪费钱。后来就想说还是买这种比较实用，我真的会拿出来用的会比较好。然后它拉开呢，里面就是完全没有夹层的这种，但是啊，它的大小啊刚好就可以拿来收纳一些小卡、信用卡、票卡，或是拿来当零钱包啊、耳机包也是很适合，用途很多。我真的很解释，我只买2个周边，第二个周边呢，一样也是实用类的，就是他们的衬衫。这次的衬衫啊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完全日常生活穿都 OK， 而且啊，它又可以当短袖，又可以当长袖，我就觉得太实穿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穿，一定要买啊。不过有点小可惜的是，我那时候没有准点上去抢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买到 M 号，我买的是 L 号。不过还好我本人有点大只，170公分的部分，所以呢，应该是可以刚刚好穿上去的啦。它的胸前口袋这个地方有别了一个小小的 SVT 的 logo。标志目标上面也是写 17， 会不会有点太可爱啊？然后它旁边袖子的地方啊，把这个扣子拿下来之后呢，就会变成短袖。我怎么觉得 L 号好像刚好是我的 size 啊？克拉岛当天的 outfit 不就决定了吗？然后啊，这个衬衫呢，棒，它本身有附一组小卡组，首先是我们 S Coops 超近的，好好看哦。金汉穿的毛衣，95类是怎样，很有默契哦。我们 Joshua 也是脸颊爱心，然后 Jun 好好看哦。然后果然 Hoshi 是波浪黑，我也有比的小爱心。Hoshi 真的很适合狼尾头 ，VA， 然后敏奎。感觉拍这组照片的时候，大家看起来那个状态都蛮好的。DK。哈，感觉很有情境剧，到底哪来的这个电话道具啊？好可爱哦，傅甜甜，小熊，好 Vernon 还是一样，招牌比耶啊 ，Dino 这张好好看哦，不是应该让他们穿上这件衬衫吗？不过可能拍这组照片的时候，这件衬衫还没有生产出来了。接下来我有非常多的活动要去参加。首先呢，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看 BL， 最近呢我在韩国发现韩版 BL 在这边真的是各种咖啡厅、快闪店办好办满，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每个月都很认真去参加，之后也会发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再来呢就是追星的部分，我会先去克拉岛，然后明天呢我还要去参加 SBS 的夏日歌谣大战，这次卡是超级厉害。然后再来呢我还要去哪里啊？啊，我还会去参加 Have a Nice Trip 济州航空办的音乐节的活动，我要去看 Kiss of Life， 这些呢我就会在下一支 vlog 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这种比较韩国日常的 vlog 呢，别忘帮按喜欢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翻通知。然后看更多的话呢，记得要多多帮我分享按赞，这样我会更有动力拍给大家看。那我是 Cindy， 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